Yo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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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欢迎来到 QZI 的3058，回想这两年我们一起共度的时光，校运会的搞笑忍者跑，英语歌唱的高光时刻，还有热血的球类运动，以及高中的人生关卡学测，这些大大小小的回忆与经历造就了不平凡的305班。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听听大家的心里话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陈卓琳。三年过得超快的，我们有很多压力大的时候，有很多开心或是难过的时候。要毕业了，不管是准备分科或是准备上大学的人，希望你们都可以好好加油，要相信自己做的决定，相信自己能变得越来越优秀。然后关关难过关关过，谢谢你们这两年来的陪伴，我们再继续一起加油吧，会听。我想谢谢老师在高一的时候没有当我，然后也很谢谢老师在高二的时候特地花时间来帮我补数学，就是在我都放弃自己的时候，我真的很谢谢老师一直都没有放弃我。然后就是想说，当 QZ 的学生真的是一件很幸运也很幸福的事情。最后就是祝大家毕业快乐啦。间一起相处的时光一直都很美好，从小到大第一次看到这种会买零食给班上学生吃的老师，也是第一次看到这么有趣的数学老师。希望你可以知道，许渊志老师也永远都是我们305班学生们的开心果。 Hello， 学的老师很幸运高中三年都是你导师的班。我们要毕业了，恭喜你要脱离我们这群臭小鬼了，但不要忘记你跟305开心果们一起度过的时光。首先祈祷你的摄影机能起死回生， QZI 数学频道订阅破十万，接着祝 QZI 精算师年年赚大钱，不再是清寒教育工作者。再来希望 QZI 老师在疫情下能够保重身体，然后快筛永远一条线。最后我们想跟大家说，相遇即是缘分，离别并非身份，期待未来的再次相聚，我们能重温美好回忆。祝大家毕业快乐，毕业快乐，耶、yeah. 毕业快乐，毕业快乐，305班下台鞠躬。Hello， 很开心能在高二然后跟你们同班，然后你们每天都带给我很多很多的欢乐，每天也有意想不到的笑点。虽然在最后的一个月内我们几乎没有怎么见到面，不过没有关系，我相信未来我们还是会有机会见到的，说不定上大学就不小心同班了呢。希望大家离自己的人生梦想越来越接近。最后祝大家毕业快乐。老师，我先跟你说，很高兴高中可以有两年被你教导，你的认真用心我们都看在眼里，然后很谢谢你这两年的指教，并且在高中毕业之后，我还是会继续帮你推广一下你的 QZI 高中数学教室。然后稍跟同学说，各位毕业快乐，希望大家都可以朝着自己的目标努力前进。各位，高中三年真的超快过去了，很开心呢，高二高三是和你们一起度过，也很高兴高中这三年都有 QZI， 然后都没有把我数学当掉，让我可以顺利毕业。对，总之就是非常感谢大家，然后希望大家未来每一天都开开心心、快快乐乐，然后拥有美好大学生活。拜拜。首先祝大家毕业快乐。那谢谢同学、老师这两年的陪伴跟包容，我很喜欢这个班级。那就快要分开，那我觉得就预祝大家未来就是平平安安、顺顺利利的，然后做什么事情都能一帆风顺这样。那未来如果什么事情都可以找我，或者是需要帮忙的时候都可以找我了。那就先祝大家毕业快乐，鹏程万里。年轻的时代是生命的早晨，是一年四季的春天，这个季节很精彩，处处是生机，是希望。即将高中毕业，愿大家在这最开心的季节展翅飞翔，直冲云霄。祝305的各位都能朝着自己理想的目标向前迈进，未来可期。
希望未来我们能够再次相遇。最后，谢谢 Q 仔三年的数学教导，祝老师幸福快乐。各位再会，祝大家毕业快乐，都能上理想的大学，然后未来一切顺利。还有，谢谢老师对我们班两年的照顾。老师毕业快乐，嗨，祝305的各位毕业快乐，然后谢谢 Q 仔这两年的照顾，希望我们未来还有机会可以再见面哦，拜拜。谢谢 Q 仔总是对305无怨回的付出，然后也谢谢你总是对我们那么好，让我们要毕业啦，爱你哦。也谢谢305这两年的陪伴，希望以后我们还有机会再见面哦，毕业快乐。Hello， 大家，我是严雨辰，很谢谢有你们，还有 Q 仔两年的陪伴，希望我们的大学生活都能过得精彩快乐，也希望以后每年都有同学会，这样才可以聚在一起聊聊现况，还有八卦，还有希望 Q 仔能够早日找到另一半。最后，大家不要忘记这么可爱的我，大家毕业快乐。嗨 Q 仔，谢谢你这两年来的照顾，然后祝你早日找到另一半，然后早生贵子 ，OK 吧 ，OK 吧 ，OK。然后，对，就是祝大家毕业快乐，然后都可以上第一志愿，然后在未来一切顺利，拜拜。希望305的大家毕业快乐，然后天天开心，天天幸福。希望老师早日交到女朋友，然后大家以后还要继续联络，然后一起出来玩，毕业快乐。Gracias, merci, comun grab, doze, tag, apresto, obrigado。你都听不懂吧？反正总而言之，谢谢你，我会回来看你的，你就好的保重。老师，我们要毕业了，谢谢您和305度过每一天，以及每一个难忘的活动和比赛。最后祝大家毕业快乐。这个班真是非常非常的赞，非常非常的优秀，希望我的同学们都可以上到自己喜欢的大学，然后开开心心顺顺利利的过完大学四年，没有交到男朋友的可以交到的也一定可以，然后还有希望老师也可以身体健康，我们以后还想要看到你。谢谢许仁正老师这三年的教导及付出，老师您辛苦了。
也祝305的各位毕业快乐，未来一切顺利。对，我是陈子琳，我是陈心怡。首先，我要感谢 Q 仔带了我们两年多，教书的时候也是尽心尽力，在我们饿的时候还会准备一箱的零食，是我们史上最 free 的老师。因为班级的特殊，所以你总是会奋不顾身的下场出一份力，还会知道要不要请客，跟我们一起打扫。祝你早日突破50,000订阅。再来是305的大家。从陌生到认识再来熟悉，感觉两年过得非常快，一转眼就要毕业了。希望大家在大学都可以过得快乐顺利，我们有空就可以再约出来。谢谢大家，毕业快乐，耶、yeah ！两年来，老师您的谆谆教诲，我们会铭记在心。今日的我们即将踏上各自的旅程，您的岗位永不调换，您的足迹却遍布四方。您的两鬓有一天会斑白，您的青春却百年不衰。我们对您的祝福就像是圆周率，永远没有结束的一天。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加分享。下一届学弟妹，啾咪，啾咪。